我是公安猎头长，2011年是1月1号，八头战报的6:11。说，不好意思，是4:10的时候，研发的救援信号北湖。微笑圈呢用8:20用8:19微笑圈呢。下一站七堵站。往基隆方向的人客，在七堵站换车。要看雨会不会停歇的。直线客车，那只能停留在库内。就刚才这样，拜拜。